现在是3月17号的入职间隙，然后呢，马上就是18号了，是我们梁环伟的生日，21岁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悄悄的要送到他们现场去，到现场去。那是因为现场还有很多录制，所以我们赶紧抓紧时间把他的生日给过掉。好，快点 ，Let's go。赶快！梁环伟，生日快乐！小莲，快过来，生日快乐！快给他戴上他的皇冠！快给他戴上皇冠！发型不能乱。小莲，快许愿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许完愿了吗？我们也祝你能越来越好，你的舞台魅力能被大家都给看到，好吧？越来越好，小心蛋糕，小心蛋糕，来，给你吧。直接切一半吧，好不好？哇，好硬啊！小心，小心。这蛋糕太时尚了吧？这个也能吃，这是巧克力的。好。真的，对，掰开来吃了，那是冰淇淋，那个巧克力。来，大家发一下盘子，大家分发一下吧。不要嘞，回去有礼物哦。好，真假的？一个月前买的。啊？一个月前就买了。真假的？啊，好。要不然自己拿勺子在那边挖吧。哎，自己挖吧。来来，大家都是不拘小节，来 ，come on。不拘小节的，挖起来。就好吃到不想说话，太好吃了！我刚睡醒，天哪，得劲儿，刚休息了一下，到底还是忍不住了，邓导演。到底还是忍不住了。邓导演哥，我哎，好不好？哎，我说你们准备准备，你们坐。我爱吃，我爱吃啊！直接上手了，是最厉害的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。快乐，转音。龙虎队集合一下，龙虎队，快！过来，该不要打我吧？咱们用低沉的嗓音祝梁环伟生日快乐，好不好？祝梁环伟生日快乐！谢谢。不对，前面加大鼓，龙虎队。龙虎队祝梁环伟生日快乐！好，谢谢。来升降舞台，自己走。我们下。五三二一，龙虎队祝梁环伟生日快乐！谢谢。以后有婚庆啥的就找我们龙虎队。现在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很谢谢，就我这个生日是在大厂过的，因为这个生日很多人，很多朋友大家一起过，然后很开心啊，非常开心，很谢谢你们在我身边。礼物还在家哦，还有车车，还有好，谢谢，还有车车，还有宇航他们，对，车车、秋秋、宇航啊，对，车车、秋秋、宇航，我是开心的了，真的，很谢谢你们，还有就是今天能来看我们那个公演的，青年制作人们，谢谢你们，是一个满意的生日。谢谢，生日快乐！我也希望你能够祝自己生日快乐，对，18岁快乐，星途然后宏图大展，前程似锦，对。好，快吃蛋糕，这蛋糕真的很好吃，快去吃蛋糕，近期吃的最好吃的生日蛋糕，快把那个巧克力捞给我呀。
爱奇艺，悦享品质。